我在这里保证，我们全力以赴，一定把小米汽车干好干成，这个不让我们全国的用户们这个失望。我为什么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信心啊？首先，我觉得中国经济呢，我觉得有三大优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；第二点的话，极其完善的产业环境；第三点呢，我觉得是极其优秀出色的工程师队伍和非常优秀的人才资源。我觉得这三点是中国那经济的很核心的基础。那除了这以外呢，我觉得还有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。就像昨天总理的报告里面也专门指出，民营企业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。我觉得这一点呢也给我们坚定了信心。我觉得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，我也对我们小米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。